最近这不是迷你世界和斗乐大陆联动了吗？我去看了一下啊，生存里面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我看这个宣传片的时候，问题来了，这个比比都能从黑洞出来之后直接钻进了虚空幻影的身体里。咱们就不说虚空幻影有没有这么垃圾直接被上身的事儿，就是说你不搁火山待着，你跑沙漠干啥去了呢？你这是一点没把沙虫当人呢啊，不是，你是一点没把那个沙虫当 boss 啊？可不咋的，这话我都憋挺长时间了，一没事你来我地盘干啥呀？你说你来就来呗，还让人上身了，上身就上身呗，被上身之后还变成个女的，你这给我 boss 家族丢脸呢。可不咋的啊！这件事说完之后，我还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怎么说虚空幻影都是个 boss， 怎么这么轻易就被比比东给上身了呢？你们说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的？被上来的虚空幻影没活上两分钟呢，嘎就被虚空首领给整没了。你这回好了，还尸骨无存的，我都不知道虚空幻影被虚空首领给整哪儿去了。你们说以后火山中的 boss 不能变成了比比东吧？